这里路牌显示左边就是墨脱，我现在直行，后天就去墨脱了。我在这里飞，飞机回不来了，它是被什么缠住了，就在那个牛那里。看，哇塞，镜头看得到缠到电线了吧？赶紧跑过去啊，就那个黑牛那里。我的飞机挂在电线上面了，是有一个桨挂上去了。身高也不行，下来也不行，我去，我一定是航拍高手，我的妈呀，完了，他飞机是卡在上面了，他现在下不来，炸机都炸不了，还有40%的电呀、哇，这卡出级别了，我去，这怎么办呀？这要拿个大楼梯呀、哎，我真是醉了，我刚刚只是注意到那个高的电线，这个没想到这个矮的，那个棍子戳都戳不下来啊，就拿手啊，因为我是飞那个牦牛，我是固定的焦距，我就转一圈，转圈的时候我就上升一下，没想到它就卡到那个电线了，而且它是卡到那个缝缝里面，飞机是卡飞机那个桨叶是卡到那里了，这个位置很高啊，我看看车能不能开进来，那边有一个地方没有围栏，就是拍那只黑牦牛，那头黑牦牛，这位置车进来会不会陷在这里啊，这里有这个沼泽呀，这软趴趴的，哇，这车开进来还把车给陷在里面，要崩溃了，要崩溃了！哇，这么深的坎，这怎么下去啊？这个位置吧，这位置可能要斜一点。我在这里看了一遍，都太高了，这个坎，这个镜头拍出来没有感觉很高，但实际很高，就这个位置会稍微斜一点，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个石头。我待会想开车从这里下。把低速四驱打开了，从那边沼泽少一点。哇，冲这里，冲过去，冲过去，冲这个泥坑，千万不要陷车。哇，来了，离飞机越来越近了。现在老天帮我了，又没有下雨了，我感觉我这无人机今天绝对是拿得下来的，实在不行去路边拦个人吧。
但是这个太危险了，我怕把别人摔到了。这个不拿来拖车，绑东西用。这下飞无人机都有阴影了，只有在视线范围内。老天跟我开玩笑，让我加快进度吗？又在下雨了。好心人，看看有没有骑摩托车的，或者是越野车啊什么的，就自驾游出来玩的，就比较热心肠一点的。我拦这边的来车吧，自驾西藏的车，因为这个位置刚好可以停个车。我记录一下，我遇到好心人了。好吧，我要回来了，因为我这个遥控器一看没什么电了，在闪了，太开心了！我要去找个营地把我车收拾一下。对了，刚刚是这个位置。我要在这里合影一张，过硬的越野车，过硬的无人机，才能给我这么好的回忆。冲！这是我做的记号，放车里吧，这个蛮有纪念意义的，它是我的安全标志。这样下来车轮印都泥，
我的坦克300风铃铁骑棒棒的。哇，我这一身好脏哦，今天还得住酒店吧，把浑身洗了，衣服也洗了，把车收拾一下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把市区调回来，再刮到两区。啊，显示成功了，已经标准模式了。汗水都出来了，又开心又紧张又崩溃。走着走着就下雨了，这是老天让我休息了吗？让今天的无人机也休息啊。来到这个云顶，真奇怪，我的车现在都是很乱，刚刚现在下雨，车都不好收拾。你看，天气好的时候坐在这里多惬意，下小雨的话坐在这里也可以的。看，只是这个湖水，现在就这样了。哦，这不是湖水，这是雅鲁藏布江的一小段。这里有个村叫故乡，所以叫这里故乡湖。刚刚是一位藏族大哥帮我取下的无人机，那个他是波密的，没有拍摄，是因为他说举手之劳，不用拍摄。太棒了，心情都没了，坐在这里吧，我待会儿就在这里喝个咖啡，就在这里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我今天惊心动魄的囧事。虽然有点囧，但是结果还是棒棒哒。